我跟你说啊，家里米也没有，钱也没有，我说多少次，叫你给钱我，堪忧啊！说了这么久，你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！你快点给我拿钱回来，要不你就回来照顾我，帮我按腰，知道没有？要不你就把我以前结婚那个钱拿回来给我，知道没有？我以前拿到你家里那些钱啊，给钱你家里那些啊，结婚的时候啊，啊，不是拿了几千块钱回去吗？那个时候啊，娶你回来的时候啊，娶你回来不是拿了钱回去吗？那你还给我也行啊，你当还给我也行啊，当借给我也行啊，当给我用也行啊。我说我现在没钱，我说了多少次，我要看腰，我不是否，要不你就给我赶回来，知道没有？要不帮我按腰，我不是否啊？又没有人煮饭给我吃，你不回来照顾我啊？以前去娶你回来的时候，不是给了钱你家里吗？给了几千万呐、啊，搞得我还是去问人家借的几千万，现在都没有还，现在没有还成给人家，啊？娶你回来花我这么多钱，花了我几千块钱。搞得我现在都没完成那个钱，啊！你还不还给人家？唉，哪里有人娶老婆要花钱要给钱家里的哈、啊？你那个时候老是说要给钱你家人，给了几千万，给了几千万你家里，那你不把它拿给我啊？我现在这个腰不舒服啊，那我不舒服你拿给我不是正常吗？不正常吗？对吗？我说的对吗？你那些粉丝要整天说我们你拿钱，那我没有钱，我不问你拿，问谁拿啊？你是我娘子啊，你还不敢回来啊？你不敢回来，我去，啊，去找你家人啊！我跟你说啊，去找你家人要，问你家人要，知道没有？我说了这么久啊，我还借了我那个朋友几千万去看啊。不然的话，哪里有得看啊？啊，饭都没得吃了哈、啊，又没人煮饭我吃，你不回来煮饭啊，照顾我啊？啊，这里搞到真正的，声音都没有一个啊！你看，嗯、啊，搞到我现在啊，一个人睡觉也不舒服啊，没人按摩啊。那不是啊，你给我拉回来啊！我说了多少次啊？回来给我煮饭，给我按摩，照顾我。要不我把我以前娶你回来那几千万拿回来给我。你不拿回来，我去问你家人啊！我跟你说啊，知不知道？一点点小问题你就啊东梗西梗了哈，你还不敢回来啊？啊，你死去哪里去啊？不回来，搞得我现在这么难受，没有人照顾。
人都憔悴了哈，这么憔悴，一点基因都没有，知道没有？干干的，知不知道？没人做饭我吃，搞到我这样，你烂饭了啊！我同你讲啊。